哎，东宏，我想到端大王旅游，除了自己开车，还可以什么搭什么交通工具呢？哦，这上面说可以搭台湾好行公车啊。哦，那我又可以抽奖了哦。哦，可以参加什么抽奖啊？即日起到10月18号，扫描借问站知识的小学堂 QR code。嗯。参加学堂测验，每答对10题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机会哦，奖品很丰富哦。哇，听起来很棒嘞！可是我是很想参加啦，但题目会不会太难了？你可以的啦，既可以学习知识，又可以抽奖，一起来参加吧。好。